加队，加嘴。大家同心，午安，足欢喜，有今仔日甲大家来探讨这个审计会计制度甲实务。这个我看大家看到，那照这个咱的要做题目啊，较硬啦，因为有的对审计也无了解，对会计也无了解，吼、哦、啊，即卖要搁讲到实务吼，啊，就有当时啊，感觉就我雾沙沙啦，啊，实际上啦，大家放轻松。干那去了解讲啊，简单的，什么叫做审计？哦，啊，什么叫做会计？啊，是安怎？这个审计的会计制度是咧创啥物？啊，内底啊是咧做啊编啥物啊？啥物做记录？啊，因为我的讲义啊。那要发落啊，超爱发八十几页啦，所以吼、哦，要拜托大家啊，当然你若有带笔电的人，我讲个一个看参 PowerPoint 内底啊，拢有这个等于有这个那个网址啦。大家会使去哩上这个网址来去了解。咱的实例啦，咱的实例啦，我是提1999年，咱中央1999年的审计部审计了的报告啦，来甲大家分享。好、哦，这个是咱的进行的。进行啦，即马甲大家介绍安尼了后啊，即马要来甲大家介绍讲，咱今仔日的咱今仔日。要讲的主题啦，分到6点来讲。第一个要让大家了解审计的概念，甲审计的准则。第二个要来讲会计制度。会计制度，咱可能有两期，我拄啊伫国外。大家无上到，无可能大家我拢大概知影咧讲啥物，吼、哦、咱我会较简单咧把它带过，过来就要来讲这个会计制度的这个事例啦，这个就是讲简单啦，要定一个会计制度啦。我前面车有摆真济，咱今讲这本是1998年中央政府总预算的资料。大家早起还是早暝，唔知这本类似这款有很贵无？安尼我看。大家我了解讲内底拢是啥物？法令啦，数字啦，是毋是？真正有诶看到，他感冒咧烧啦。吼、哦，实际上是安尼。你若无即个专业，你阁无即个做
法令会清楚，伊安怎写，你都看无啦。啊，无你都安怎呢？伊讲第几条法令，你都爱一本有关的法令，你拢甲集合来到遮骗啦。啊，我遮有一本，我摕到咱图书馆吼，一本就是有关。这是心格公布准则的公布，加事务的指引呐、啊，这综合的版呐、啊、吼，啊大家会使，实际上这话拢直直修改啦，因为这就是你心格部要查这个效啦，拢是根据这个心咱所讲的。这个心格的准则，啊，这个准则啊，就是咱这个做咱所讲的，就是讲，伊才讲财团法人中华民国会计研究发展基金会请一挂专家来甲编出来，这样话你知啊？爱收钱咧，这是啊，足无道理的啦。阮有当时啊，甲反映、甲抗议，抗议什么原因？要去犯法律，都爱提，爱去提钱去买啊。哪有这个政府？真正啊，就是安尼。伊甲咱规定讲，你要查销，你都爱。根据伊个准则来做，咱要爱准则，咱就上网去看，抓念就好啊呢。歹势，付钱啦，唔是袂使哩，爱付钱啦。咱确定啊，咱我爱讲，实在，大项讲一个较歹听的，大家来做了解讲，真正流氓政府拢在抢钱啦。这就是伊公布的法律，要了解人，还佫付钱，哪有这个道理？遮个人拢预算编的，叫伊因去解说，叫因去定出来。唔讲，咱要看讲爱去甲付钱啦。你看这点，大家都去想讲，咱这个流氓政府啊！讲遐差，讲遐，安尼有差无差，足差嘞，对吧？你都知影讲，逐项都要甲人民剥削吼，即、哦、吼、哦、因为主要咱要解说就是基本，吼、哦、基本，所以基本吼、哦，我会使提到咱图书馆有兴趣的吼、哦，来骗。哦，来骗来看，好、哦，当然，咱台中不台北州长啊，那曾那么曾州长啊，伊讲咱曾言啊吼曾庆言所长吼，伊、哦、足关心大家爱去了解。伊啊，甲咱流氓政府的国会啊，下一挂议员，我有熟悉。伊去甲讲，恁遐拢无爱提提好阮啦，阮来做研究，阮来做教材。有啊，提几本啊，大家有本落去。哦，大家这有当时啊，你要去讨啊，伊讲你做什么用？对啊，所以讲吼、哦，有当时啊，要去提这资料吼，我无一定真好提啦。当然内底有我有机密吼、哦，机密的预算吼、哦，咱确实提袂到啦。我只要和大家知影吼，这情形先甲大家讲一个概念一下吼，过来。第四点，我咱要讲内部
心血的处理的定数啊，咱嘛，咱的题目就是咱审计会计制度甲实务嘛。啊，咱也爱了解讲，咱要审计的时啊，啊有啥物啊，这个啊定数啦，这咱爱了解。啊，过来就是讲，这是1999年中央政府总决算的报告，吼、哦、啊，今日啊，这个时间啊。啊，来跟大家探讨这个问题。咱来啊，来看，即马讲审计的概念，吼、哦，啥物叫做审计？啊，主要啊，咱所讲的就是这个对资料做出证据的收集啊，甲分析。来评估机关财务状况，甲这个资料及一般公认会计原则，甲审计准则哦。咱这就是你做遐个资料啊，拢爱经啊依照着这个啊公认的会计原则啊，甲伊个审计准则啊来做。啊做了后啊，啊这就是讲。伊做了后，这个成这个有关的啊，这个程度啦，就是稳当。这财务报表吼，你签这个报告啦，常常用到这两字啦，稳当的表达。吼、哦，这讲安尼，咱签是符合到这个一般公认的原则，甲审计的准则。啊，所以啊，真啊，所签的是稳当的表达，超然啊，做出这个。啊，结论啊，甲这个报告，吼、哦、啊，咱这就是讲审计。啊，当然，这个审计人员啊，啊，伊有独立性，甲有专业的知识。伊这个什么叫做独立性？啊，就是伊的判断，他认为讲，我要采用这个方法来计算。做这个根据，做这个标准，啊，这个就是讲，咱讲伊的爱伊家己的独立性。啊，起码有当时啊，我会甲人讲，有当时啊啦，咱拿民间的笑，提乎 A 会计师来甲咱查，甲提乎 B 会计师来甲咱查，查过，到尾啊，一个讲。赚80万，一个讲赚100万啦。大家会感觉足奇怪的无？是哪会安尼？人讲，讲啊，报告老师，我们考试的答案都一样，啊，怎么在实务上去做出来，为什么不一样？大家安怎想？啊，就是安尼啊。这就是啊，认定标准的问题，就是讲，伊采用啊，这个啊，伊的原则，伊的看法安怎？啊，这就是有这个情形啦。所以讲，这点啊，让大家会了解讲，实务上啊，吼、哦，有当时啊，咱看讲有诶。遇到某甲的检察官，他跟你起诉应用多一条，啊，有的检察官啊认定你的行为是拄啊，唔是故意的，好啊，伊就认定用多一条，啊，这就是咱要讲，这就是啥，伊才会准则啦。吼、哦，伊即个准则啊，伊个原则，即就是，予大家话会了解。所以，咱要甲大家讲，伊所做呀，拢有即个独立性，伊个看法，伊个看法，伊个判断，吼、哦，啊，甲伊爱有专业的知识，啊，即、這个专业的知识啊，就足宽嘛，吼、哦，起码你爱
相关的法令你拢知影，吼、哦，啊甲，唔是甲相关的法令拢爱知，有当时啊，啊，这个机关，伊的惯例是安怎处理？有当时也是安尼啊，吼、哦，那讲有的人讲，这以前都安尼做，啊，你即马来，啊，咱也照安尼做。哦，啊，这，予大家做啊，去思考啦。实际上，那审计甲会计做了真好啊，咱应该，咱啊，予人民的感受啊，一定感受会出来。哦，这就是讲爱拍爱，予大家还有这个感受。哦，那家讲咱有机会。接政权的是，大家爱提出讲，咱的目标是伫代，第一要甲人民服务，吼、哦，啊，要咱一切什么啊，迄、那个施政，拢是要为人民啊为主要，吼、哦，啊，佫考虑到讲，甲经济效益。一定要考虑到经济效益。为什么咱现在啊，这个，咱啊上网吼去查吼，这个报道讲六十啊九十八年啊，中央总预算啊总决算呐，咱中央的负债啦，要四条啊。562亿负债啊！啊，那无要搁啊征税啊，62年啊，才会付清啦。啊，你看，99年，咱那看，当年都咧借钱啦。啊，这会倒啊，未倒啊？所以上好叫较早。去金门好了，哦，啊，咱大家爱了解吼，爱去了解，每一个议员啊，参议员拢爱有这个责任，负责审这个预算，咱这个预算，咱这个审查啦。咱这个审计啊，是要讲袂使来个追加预算，袂使过来啊，咱这个叫做举债啦，过来用来借啊借钱啊来负担，和咱的子孙来付，一定袂使。咱编出来啊，就一定爱照安尼的执行。啊，那有个人讲。嘿，啊那编出来，大家一个即兴嘞，我爱出得要安怎？这点大家爱会记哩。咱袂使甲陈老王政府讲，11月啊，12月啊，赶紧迄个预算无消化啊，啊来开嘞，赶紧大家各单位啊，要有偌济钱也袂开嘞，甲开互掉。所以这个观念一定要啊，咁低调啦，袂使有这个观念啦。咱无用掉的钱，搁出咧明年来用嘛。这一定要有，唔是讲啊，你变来爱收支平衡，啊，也未有出咧，就加用掉。啊，有诶，搁无够，搁来追加。哦，咱一个同心。提一寡资料向我看，讲台中，要出一个地标，原诈骗的钱，也未起咧，才咧进行尔，讲又阁无够啊，阁爱追加偌济，我真正，迄时代无法度，因为大家了解，可能咱
较袂到这个情形啊。因为安怎，咱分两级，有啊，咱的参议院参议员，啊有众议院众议员，众议员要让因去选来，因遐若要乌白布，因变的来送啊咱啊参议院来，参议院啊人民白杀哩。咱一定加火车啊，删除。好、哦、啊，这我好大家有这个心。好、哦、啊，你有要来做参议员啊？你着做一挂好代志。好、哦，咱讲啊，做一挂功德啊，啊，留咧予咱子孙。好、哦，卖讲留负债予子孙。好、哦，这个啊，这就是咱啊，一个大家啊讲的吼。即、哦、卖要讲心计的准则啦。啊，这是准则是啥物？伊就爱遵守公认的心计准则。每一个国家地区啦，拢有无同款来定这个心计准则。啊，这我有讲啊。心计准则吼，我这本啊，吼、哦、有遐济诶，迄、那个啊，那即马咱诶财务啊，拢要讲讲国际化、国际化，甲国际接轨。有咱现在一般公司行号啊，有上市诶，有上市诶，咱啊。咱学做啊，这个啊，103年啊，啊，咱特别采用啊，2013啊，特别采用国际财务准则，吼、哦，上市的啦。哎、啊，这就是啥？咱公司发行要发行这个资金要。物质，咱会使摕来美国来发行啊股票，啊是要募集什么啊财务上的应用的资金。你若会使摕去英国，因为这就是啥？依照依照吼，这个国际财务准则，吼、哦。因为依照这个准则所做出来，拢是啥？拢是世界上拢会用的。安尼会用安怎？用减少时间。咱即马台湾做出来报表，干那国家翻到英文，安尼有诶是用做英文做诶，就这个报表会就使摕去啊美国来发行啊。股票啊，是要发行啊，公债拢会使哩，啊是要摕澳洲拢会使哩。较早，哇，迄问题足济个啦。咱着家己定一套，咱个叫做我准则啦。吼、哦、啊，咱家己定个啊，啊定个各国拢无共款，所以要。国际化吼，足困难去做嘞，所以讲有诶公司要来看，要来甲你投资，要来甲你买，啊，伊入面内底拢毋知影，啊，干那伊诶也无了解咱诶做有关诶法令，所以要进行国际化较困难啦。啊，现在啦，已经这个情形，咱啊上市诶公司啊，已经有这个规定啊。以后啊，大家咧做生意啊，会使去外国去发行，吼、哦、股票也好，啊是要啊发公债也好，拢会使哩。哦，啊，这就是讲，予大家知影。啊，是安怎？政府啊，政府的会做会计，奈无法度世界拢共款。世界公认的用
用英国的，也是要去用美国的，的制度啊、审计员啊、准则来做，为各国无啥爱同款啦。因为各拢同款的话啦，伊安怎看足清楚嘞？那个人人拢有好像透明化一样，互人别个国家看足清楚嘞，所以。这个要统一啊，要国际化较困难啦吼、哦。这每一个国家拢有伊个啊观念较思考的问题吼、哦。啊，这呐，互大家啊知影这个情形。啊，咱就知影，咱是这个我头拄啊有讲过。若有兴趣的啊，啊上这个网站，啊上这个网站，吼、哦、啊，但是这拢是爱。爱去买啦，吼、哦！啊，我若有伊个介绍吼，我有甲列出来吼、哦，啊，互大家啊，大家参考吼。伊只就是介绍啦。迄画纸才两页尔呢，啊，一页两页尔呢。吼、哦，啊啊，这就是伊个代号吼。哦啊，实际上我头拄啊讲过，这应该爱开放才对。人有需要的，去上班去印出来，安尼唔才会普遍。唔是啊，都爱去用钱，搁去买，吼、哦、啊这啊无就安怎呢？咱啊执行的时，若爱有钱的话，因这个单位家己怎么样？啊，免编预算嘛，因。啊，收支自付嘛，因都咧甲收钱啊，啊无恁收诶，恁去用诶，恁诶免编预算嘛，啊用公家来甲你付钱，吼、哦，这，互大家啊参考吼、哦，这你看有遮侪物件，咱无爱啊无爱，吼、哦，啊这就是实务诶。指引啦，是务的指引。那有啊，起码有甲五号啦吼。啊，这予大家啊了解一下吼。啊，这就是啊介绍吼，这予大家参考吼。啊，讲美国的哦，美国的网站吼，啊，都伫这个所在，大家若有兴趣，啊，英国的吼，啊，日本的吼，拢有伫遮。啊，这咱的网站吼，咱啊有需要，咱会使下课，啊是写一个啊，恁有需要的啊 email， 啊，请咱同心甲你服务一下吼，咱的服务人员啊，麻烦服务者啊，拢啊咩啊，给大家吼。啊，过来。啊，咱要讲会计制度，咱简单来看，伊这啦，公认的会计制度啦，就是讲要爱依照公认的会计原则，啊，甲相关的法令，啊来制定这个啊团体机关内部会计循环的作业，啊。有当时啊，各机关拢无共款，啊，因个会计政策，吼、哦，啊，甲各机关个特性，啊，因要选个啊方法，啊，即拢无讲啊确定吼、哦，不确定个情形下做一个估计个处理。所谓估计个处理啊，我即摆要讲。那个 A 会计师在查销，伊讲你买这台机器啊，啊买入来用用咧十五年。这个会计师讲，你这个买入来这台机器啊，可能五年啊要淘汰啊，所以因两个观点。算出来，会超会同款未？一定未同款嘛。
啊，到底是倒一个才对？啊，这是估计的处理啊，是毋是估计的处理？啊，拄啊一个讲新的机器发明啦，哇！要讲要摊十五年，按着，却无法度甲人竞争，啊，工厂爱关起来，安尼，伊安尼就爱安怎？伊这以前选的方法都唔对啊嘛！我一日讲五年啦，我拄啊好，拄啊到五年，遐拄啊新的机器发明，我伊拄啊来买新的机器。好啊，这就是要甲大家头拄啊，我咧讲有当时啊会无同款哦，这款的都袂无同款，吼，予大家思考。啊，我真济啊。情形会发生这个代志吼。啊，即卖要讲法令的规定，吼，会计制度啦，咱有一个会计法，依照这个会计法啦，讲会计制度啦，爱有遮的啦。哦，一二三四五六啦，吼、哦，爱有食的啦，啊，食的，咱就爱根据食的，拢爱齐全啦。实际上唔啦根据食的，伊这是依照会计法讲，伊爱有食的，但是伊这个佫不爱佫一个啥，定呢，那定就足济个嘛吼、哦，就是爱。一般公认原则嘛，吼、哦，爱个一般公认原则爱个参与嘛，吼、哦，啊，这就是这个情形，啊，这我看，予大家看，应该会了解，吼、哦，会知影，啊，过来，啊，这大家看了，感觉就较熟啊嘛，吼、哦，有诶看第二摆啊嘛。当然，有两期，我住伫外国，啊，可能大家无啊看到这，啊，若毋是啊，这大家应该我真清楚啦，啊，咱这干那了解一下就好，吼、哦，啊，我较重要来说明一下，啊，无这个咱就好啊过去。咱这吼、哦、要甲大家讲。这个会计期间啦，吼，会计期间吼，这个要爱我予大家知影。日本政府伊个会计制度是四月初一，甲第二年三月三十一。啊，咱是一月初一，甲十二月。啊，三十一，吼、哦，这会计制度吼，拢无同款啦。我看咱来做一个小啊考试一个。日本天皇伫什么时阵甲台湾？并作不可分割的领土，什么时阵大家知影无？哦，大家拢一百分，哦，大家拍拍手，哦，足够足够吼，大家拢会知影吼。这就是安怎呢？四月初一啦，好啊，这爱予大家知影吼，这足重要的。有诶，甲咱讲。我中堂吼、哦，有一挂迄个叫做中国医学院的迄个一个啊，遐个主任嘛，啊一个教授啊吼、哦，医生啦，啊拢是亲戚啦，伫遐咧食饭啦，啊到尾还要走的时，我甲讲这个代志，伊才讲有影安尼哦，伊那是惊一条，伊带来的叫做啥？电脑就随来看，随来看到
讲哇，真正这是很难得吼，讲伊有这个机会去玩，有这个兴趣啦。啊，边仔听到名片紧提醒我啦，上头亲戚是亲戚，啊，无讲在录名片，佮我讲一个，这看伊上完去看了后，名片佫录出来啦。所以讲哦，大家爱较安怎嘞？较到位嘞，我甲讲吼，咱大家拢高等知识分子，你毋知后摆去用红笑嘞。高等知识分子连这个台湾真正的地位都搞不清楚，是毋是安尼？所以讲，啊，爱甲大家讲吼，遮个代志，所以讲。这个四月七吼，我这会计期间我足重要吼，啊，甲咱较重要的吼，这吼这我足重要的，成本甲效益的考量的原则，做什么代志，啊，咱凭什么预算？若无这个原则来考量啊，较侪钱都开。了了啦，也无够啦，真正两个晚上，对啊，2亿3000万，实在，啊这敢有这？啊，咱来甲讲起来讲，要算预算讲，啊这，有成本甲效益的考量无啊？应该来考虑讲落地啊啦。所以啊，足可怜的吼，大家讲真正可怜，你看大家。会计制度啦，有安尼甲你讲呢？啊，这都写伫车，讲你们会计原则啊，写伫车，啊，大家乌白做啊，啊，目睭。K K 啊，吼、哦，这个都，啊，这个成本甲效益啊，咱的权利啊，我们咱发行的台湾啊，那么公民权利法案29条，阿伯啊，这个拿做考试问题吼。29条咧讲啥物？即大家咱参议员拢爱去了解，我卖关子，互大家去查，吼、哦，大家去查，啊查后回有机会，啊，咱才过来，啊，当然，咱我诶，咱诶啊，江苏团内底啊，啊我。可能伊会去讲着，啊，互伊来甲咱解说，这是在足好足好。咱首先着考虑这个原则，无这个成本甲效率来考虑，啊，无达到这个目的，袂使变落去。以后的是非就会较少。好，啊，咱大家若咧做啥物代志啊，也有这个考量啊。所以，咱拢会认真为着老百姓未来收税也好，啊做啊计划补助也好，拢爱去考量到这个问题，吼、哦。啊，过来，这两个爱甲大家讲一下，这个现金收付的基础，甲啊。车啊，环节发生的基础，因为这两个哪会甲大家讲？有的人乌白甲你扭曲，伊好诶，伊讲啊，我这边呢是用现金收付，所以我安尼决定。啊，有的人毋知影，虾米叫做现金收付？啊，毋知影叫做啊。环节发生的基础，伊甲你编了，后壁
迄、那个表甲你注两字啊，食会落。伊讲，我无甲你欺骗啊，我就是照安尼编的啊。啊，实际上这两字啊，吼、哦，相差足大的啦。伊要讲，对于有利的，伊讲我采用现金收付啦。啊，所以讲，咱即卖要讲。有有利，伊讲伊是用现金收付来做销啦。啊，对于无利的，伊讲啊，我用啊款式发生来做销啦。我遐互伊黑白讲啊，啊有诶真正看甲雾煞煞。啊，拄啊，咱诶何顾问啊，拄啊看一个报纸，啊看到迄伊个 copy 提醒我，我讲啊，安这足好诶，大家迄阵啊，就互印互大家分来看。啊，我做一个干脆，吼、哦！啊，这爱予大家了解，足简单啦、啊，这话足简单。啥物叫做现金收付的基础？有现金入来，甲咱付现金出去，才做计数。啊，是做伫一年来啊收入甲支出，拢做今年的收入。啊，今年的支出，啊，其他无计数啦。安尼，唔知大家知影无？欠的无算数，吼、哦！啊，欠的迄个要安怎处理？那欠的有要计数啊？啊是，唔是收到今年的收入？啊，我啊爱计数啊，迄就是讲叫做。权值的基础啦，所以有发生权利，吼、哦，那这今年发生的，今年的收入虽然无收到现金，但是咱爱还记到今年的收入啦。安尼唔知清楚无？啊那唔是今年的收入，啊今年有收到现金，安尼。这个现金那爱算明年的收入啦，安尼叫做啥物？权值发生嘛，是多一个年代发生的权甲这个值，啊，就是迄个时代的收入甲支出。好、哦，啊是今年收，咱袂使算收。咱爱讲这是咱的哈，明年爱收的，咱今年算啊预收啦，吼、哦、啊多收啊预收啊预收，等一下负债嘛，迄是明年的收的嘛，啊今年就爱算讲，这唔是算咱今年的少，算明年的，好、哦，这个观念啊，这个观念，安尼唔知大家清楚无？哦。这就是这爱知影吼，讲凡事那今年不管啥物钱啦，这明年也好，啊后年也好，反正伊讲我用现金收付啊，我诶这个基础，我有收现金才有算数啦，伫这年来拢算这年的啦，安尼这个数会清楚未？未清楚啊，所以健保会啦。伊讲用安尼咧甲你舞啦，啊，迄阵啊，何顾问提迄张，所以讲爱阁去健保会啦，健保会要阁增加啦，哦，啊，这有这个啊现象，是安怎？嗯，啊，都马英九徛在遐拢唔行啊，我啊唔行，应该伊爱算。收入吧，伊讲啊，这唔行，无准算啊。好、哦，好，大家思考这个问题哈、哦。啊，过来，会计政策啊，会计政策啊，这那是我真重要哈、哦。这个会计政策我足重要，这就是讲，因为。政府单位无钱啊，
有法度做代志无？足困难啦吼，袂使讲无啦，咱无迄个无啦吼，咱阿伯也讲无迄个无，较困难啦。啊，即较困难的时，咱要爱安怎来做？即应讲是会计一个政策啊。咱讲啊，用基金的方式，咱就甲世界银行，吼，咱即马毋是联合国的国家，人世界银行都无爱插你。吼，咱用哦，咱听讲较早，我听讲咱迄个做迄个西罗大桥、西雷大桥第一个收费的，伊就去沙乌地啊，去甲借钱啦。这哪会使叫做会计政策？咱钱借入来，有钱啊，哦，起起啊，啊，倒来收收收，收几年啊，收到这，啊，实际上啊，啊，讲真正这个收费遐好康啊，啊，收到收钱啦，收满啦，那是搁直直收落。啊，这就是安尼啊，你看马英九。台南新化，甲这个叫做甲这个永康交啊，这个大台南为遮过都爱收钱，哪有这个道理啊？啊，伊讲同意啦，咧顶年要选的时讲，我伫迄个文献内底讲签名啦，即马签名讲，迄毋是啦，迄无算啦，迄是。恁迄个叫做啊，立法委员，国民党诶立法委员讲诶啦，伊签名无准成啦。啊，安尼，咱回做总统，伊若讲签名了，也讲无准准成，安尼咱后摆要安怎？对伊无利诶，讲无准成啊。啊，伊若有利诶，讲即依法行政。啊，这无法度啊！大家都是爱吼、哦、去思考这问题吼、哦。好啊，这就是啊，这个政策的啊问题啊。过来，政府会计的制度吼、哦，咱主要政府会计的制度是咧做预算管理的工具，吼、哦、啊，会各种行政啊。这个事务啊，会控制这些资源来推行吼、哦，政务啊来控制这些资源，啊，这些拢爱甲这个吼、哦、有关的规章啊，啊来做出一套的会计记录，啊，这个报告的方式啊，做一个准则，这叫做会啊政府的会计制度，啊，上主要啦，啊。预算制度啊，要达到控制政府机关各项税率，这就是讲税率就是税收啦，吼、哦。啊，税出就是咱预算编的，咱爱做什么工课，啊是什么建设啊，这哦啊来符合到这个啊法令规章，啊来和这个啊咱的。决策单位啦来做参考。啊，上重要，那有能的政府，这伊就是作为咱叫做啊管理的工具，这就是收入啊税入甲税出啦，一般。有中上好，啊，有中上好，吼、哦，咱咧计划时啊，啊，袂使讲啊，无够，爱阁去借钱，吼、哦，啊，无就是讲，一般讲平衡啦、啊，收支吼、哦、平衡啦、啊，吼、哦，啊，都咱爱做一寡工作吼、哦，啊，我一直感觉讲吼、哦，咱即嘛吼。诶，各地方也好，各有诶社团也好，有诶有政府补助遐啊，
社团啊，咧办活动啊，咱甲大家咧拼管，安怎叫做咧拼管？讲啊，台北市办一个宴会，吼、哦，偌久的时间啊，开偌侪钱？哦，高雄市也要来拼一个，讲哦，我若要来办宴会，要开偌侪，要过来？那看我的感觉啊，有这个感觉，吼、哦，某一个庙师啦。好，你创什么？嘿，讲哎呦，这创这啊，好，遐济人来啊，这包趁钱的啊，咱啊对人来办，啥拢各地方啊，无各地方的特色啊，去规划家己来做啥物？这都是因为因这的意愿。咧编预算的时啊，无过好啊，众议院啊通过啦。咱即马设有参啊，咱这个众议院啊选的这议员所提出的，一定爱予众议院通过。咱众议院一定爱把关，对唔对啊？所以讲。咱大家责任足大咧，要做好做歹，拢爱靠大家啊！啊，那大家会了解，应该无问题吼。咱会安尼做，袂讲从即嘛，讲议会通过啊，就照安尼开。后来，咱即嘛来。解说吼，来解说这个会计制度的啊，那个啊，这里吼，咱起码啊较简单吼，时间我的问题吼，咱较简单吼，我来，这是啦，要给大家做参考吼，我说这是较简单，我是大概啊安尼甲列出来，啊，我头拄啊讲各州啊。大家卖多啊拼管，吼、哦！你这州有啥物特色？你预算编出来，家己做出你的特色出来。卖讲人咧办宴会，你就对人办宴会；人咧陪灵村，你也过人陪灵村。啊，即马大家诶，县市诶，以后。伊若有海港，伊若有这个河，啊，大家都。拢同款，安尼就无这个特色，无这个发展，所以大家爱用心，吼。可以讲哦，什么时阵伫北部咧办大活动，啊，咱大家来甲支持；什么时阵伫南部咧办大活动，啊，来南部支持。吼、哦，你啊啊，陆续安尼吼，台湾会足好足好，卖浪费。拢做同款的代志，吼、哦！而且咱这就是讲的情形吼，啊，咱头拄啊也有讲过，吼、哦，咱是要用什么？吼、哦，宽制发生制度，吼、哦，这就是咧，予大家做参考吼。第一章这个总结啊，爱讲出来，总结爱讲出来，吼、哦！而且过来讲第二章啊，咧讲会计。报告甲会计科目，啊，这个就是报表，差不多有遮的啦，吼、哦，啊，有遮，吼、哦，大家做参考吼、哦。啊，过来遮的表，迄、那个表格吼、哦，表挂啦，啊，有啦吼，嘿、哦、啦，啊，这我好大家做参考啦吼、哦。所以讲，我大家会使考转去，吼、哦，啊做参考。吼、哦，啊，看大家特性安怎，啊来做修改。啊，恁迄州的发展安怎，啊看安怎来做，吼、哦。啊，这予大家参考，吼、哦。啊，这就是现金出纳表啦，吼、哦。通常啦，现金卡会有问题啦，所以现金嘛足重要，管理现金吼、哦，类似安尼吼，大家予大家。
参考啊，资产负债表啊，这拢是表啦吼。啊，过来，伊个要讲就是会计科目啊，这就是较一般啦，唔是读商个啊，啊唔是读商学院个啊，啊较无了解啦。有诶讲虾米叫做资产啦、负债啦、基金啦，啊甲即个余足啦、收入啦、啊甲支出啦。哦，啊，这就是咱那企业啊，伊这个是唔是基金甲这个啊余足啊，吼，唔是这企业，就是讲业主权益啊，和业主的权利啊，看业主啊，那做了好啊，有赚钱啊，就是用它啊，这咱这政府机关嘛，吼，啊，咱无迄个业主嘛，吼，咱用啊基金啊，或是啊咱。看啊，有收入偌济啊，支出偌济啊，都有盈余吼，这都啊那个税余啊，甲这里有做啊亏啊亏损啊亏足吼，啊这拢有遮个。啊，过来要甲大家讲，就是会计科目啊，这会计有科目啊，这大家若哦去到遐有碰到的时啊，则大家去了解吼。你要记晓，一定要用会计科目来做记录，吼、哦。啊，即马特别讲结构的问题，吼、哦。这结构咱头拄仔我有简单小啊提过，吼、哦。啊，但是我予大家做参考啦，吼、哦。咱哦过来负责啊，这拢会使予大家做参考啦，吼、哦。啊，这。即摆来讲税率的会计科目，税率啦，吼、哦，这就是课税收入、工程收益的收入、罚款甲赔偿的收入、归还的收入、财产的收入，吼、哦，这收入啊，这政府机关啊，差不多应该有遮个啊，历数遮个收入啦，吼、哦。啊，咱啊收入看多一个，多一个啊来记做多一个，吼、哦、啊个啊个内底啊有个有吼、哦、营业盈余啦，甲事业的收入啊，啊是捐献吼，啊甲赠与的收入，啊甲补助收入，啊托管吼、哦、管理收入啊，自住税捐收入甲其他些，啊支出哪只济，吼、哦、支出人事费。哦，啊，这哦，啊，哦，这员工钱，我看这拢家己来看啦。啊，这办公费用啊，有这个科目吼、哦。嗯。哦，啊，哦，这我看这科目拢会使家己看啦。咱看卡迄类的吼、哦。啊，这第三章技巧的小铺的问题，吼、哦，这咱啊，我看。啊，这会计凭证，会计凭证这项啊，足重要。有诶要查销啊，甲不也拢对到这个会计凭证来。哦，啊，这会计凭证就是要审核的时啊，爱特别注意。哦，有诶舞弊诶产生，甲有诶拢是还是会计凭证啊处理了无好势。吼、哦，也是人认为讲啊，这个会计凭证无下法令的规定，袂使算数，也有安尼啦，吼、哦。这予大家，吼、哦，你才有这个出差的这个资料啊、单据啦，吼、哦，这拢爱做吼、哦。啊，我看啊，这传票啊，这都有些，这应该拢知影，吼、哦，这予大家，啊，这以上这个。发生的变身，吼、哦！啊，这我看应该拢是这个制度的说明啦，吼、哦。咱哦，这哦，啊个哦，财产甲会计处理，这拢有特别说明吼、哦。啊，这团体负责人甲这个秘书吼、哦，啊，这拢爱当因啦，吼、哦。这种叫做伊个这个职务啦吼，啊，咱有永久保管的，
有这个项目永久保管。啊，来有十年的，就是这个少少婆少伯，这个单子是十年的。啊，过来我有五年的，啊有三年的，吼，这个、较简单的，一寡遐个资料啦，吼，啊，这我予大家做参考啦。啊，即马就是讲财务啊。人员是啥？举办会计、出纳的、财务管理这些人啊，咱拢叫做财务人员。啊，财务人员啊，照讲啊，拢爱专职啊。啊，若听讲编制较不足的啊，啊，先减一下啊，无要紧。但是，袂使一个人兼绩效佮出纳。袂杀你啦，一定爱拆开吼，吼、哦、收钱的收钱，啊绩效的绩效，吼爱分好开，这则袂消啊家己记，钱啊家己收，啊摆问题出济咧，吼、哦、这爱一定爱有这个了解吼、哦，啊，咱财务要来查啦。都是审计单位，吼、哦、啊，看实际情形来抽查，吼、哦、啊，这是叫做一般的咱的会计制度啊，定一套出来吼、哦，差不多有十种啦，吼、哦、啊，咱会使按照这个十种，按照各州的特色来规划，啊来安怎来定，啊来定。啊，好啊，这也足重要。这项啊，要甲大家讲，内部审计的处理的啊，迄、那个程序啦，吼，这个常识啦，吼。咱一般啦来讲，就是讲事前的啊审核啊，事前的审核，啊，甲事后的复核。啊，实在上啦，若要做啦，做主计人员啦，做啊事前的审核是上好啦。咱若讲啊要买啥物物件，哦，你袂使叫伊讲买转来，啊则讲哎发现讲啊，这个买伤贵，这个买伤贵，安尼袂使哩。啊，你实先讲，咱着去调查市场，讲啊，这头偌济钱，哦，啊则叫事务人员去买。安尼就袂出问题啦。啊，那这事啊，咱事前啦无一个审核啦，啊，都有诶讲啊，叫你去办，啊，伊就去办，啊，办转来，啊好啊，大家拢掂啊，无咧，这就是会计人员诶，主计人员诶，会要做啥？会核实伊主计人员，你若爱讲依照这个预算，伊即卖要开偌侪钱？啊！你要去买遐个物件，啊，是偌济钱？伊若爱事前都爱稍微了解吼。啊，事后啊，要爱看这个凭证，啊，甲这个校簿啊，才来做一个啊，来核定安尼啦吼。啊，这范围啊，财务的审核啊，甲啊，这个财务嘛吼，啊，这都是预算执行。吼、哦，规划啊，甲控制，啊，这个财务啊，甲这个财物的审核啊，这个物啊，就是钱甲这个叫做物件啦，哦，甲这个物件，啊，过来第三就是工作就是讲承办人员伊的工作会足重嘞无？哦，这也是爱考量，哦，这也爱考量。啊，咱执行人员啊，拢是叫做内部审核，啊，拢是由会啊会计人员来执行啦。啊，实际的方法，拢有在书面啊，甲实地啊调查啊来分层哈、哦、负责啊来办理安尼。
即马实在上重要是要互恁看侪啦。啊，咱即马我可能会耽误几分钟吼，啊来，这个网站大家会使去看。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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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这会使，大家应该是免想操啦。去爱的话吼，你的迄个网址吼，啊去啊是爱，咱叫咱工作人员甲你咩互恁安尼吼，啊等下有兴趣的，搁一步去探讨吼。咱来啊来看。伊遮个报告，我有甲整理啊。若要看这個，我看咱莫看这個啦吼。这個、看这個，大家啊，当然啊啊，这个新科长啊，啊，我伫艺术大学的时啊，啊，我有甲邀请来艺术大学演讲。啊，伊若是来演讲，我就咪讲我。真难得的本土台湾人啦，吼、哦！啊，迄阵啊是副新科长，啊，即马是新科长，啊，我甲小可介绍者吼，啊，我这个就是讲，因为普通人有要甲邀请，还算大官呢，吼、哦！啊，一个学校的系主任，啊，要甲邀请。哦，伊也足欢喜个，哦啊，咱就感觉讲，这个应该我袂歹个款，啊无有个连插你啊，无要插你，讲较歹听个，哦，啊好啊，安尼我看咱这吼，咱这拢歹看啦吼，咱来我甲整理个部分吼，我来啊做一个啊分析个吼，啊大家看到吼，报告个整理吼。中央机关的编列的单位啊，差不多分到三个单位啦。咱就爱知影讲，普通公务机关有225个，佮分预算所属的单位啊，有1208个。啊，我看这拢是政务官啦，咱无，咱讲叫咱训练4000个，差不多都拢派去吼。我看真正无够呢，一个单位呐3个，啊都无够啊咧。所以大家足希望的吼，你啊看卖吼，国营机关21个分支，共有558个啦。这个搁加这个，这个搁加这个，啊，唔是营业的特种基金的单位有105个，啊，加这个分预算的作业单位也有761个，拢加加起来2000几啦，吼、哦，安尼，那一个单位咱派3个去，啊，2000几加乘以3，安尼。有够无够啊！我真正无够啊！啊，予大家知影吼。啊，咱即马讲中央迄个叫做总决算的结果啦。啊，即、這个税制吼修订增加2亿。那照安尼看是啥物？审计部有咧认真呢，吼。伊甲讲，你这个决算啊，哦，爱阁修正，伊增加2亿呢，吼、哦，这个预算啊，短收吼、哦，啊有食的啦，
伊这个遗传我啊，这个咱原早心定是只啊1,973亿元，但是这个这个遗传短寿啊，有只的啦，只的是啥？各执行机关不利啦，因遮着爱去考考量啊，这拢这拢写出来，占20%，这拢写出来，吼、哦、啊，这个要做啊，税出的决算啊，吼、哦、啊来修正啦，来啊列这个15亿啦，啊新定啊啊是这个一兆吼、哦、啊6,544亿。安尼，甲这个、甲这个预算啊，减支出啊，我跟这个预算啊，减支605亿啦。哦，啊，他有安尼吼，啊，这我啊，予大家知影一下。啊，即嘛，税入甲税出来相抵啊，增加咱的债务啊，伊讲相差啦。有1,570亿，啊，这个税务啊，咱加计啊要还啊，这个660亿，啊，合计拢总是2,230亿，啊，咱即马发现这个公债，那借钱偌济，啊，无你借钱啦，借拄啊好就好啊，啊，即马佫借较低，要佫互因开啊，啊，加借偌济？11亿，哦，啊，实际上哦，这个应该伊，我这照伊写11亿呢，那照伊安尼减起来啊，是12亿呢，啊，伊的报告我无甲改啊，好，这我予大家知影哦，咱那照安尼减起来，好，嗯。我看吼，因为即个代志吼，咱会用了解讲，实际上要看这本啊，我车头有甲总整理起来嘛吼，安尼总整理的部分吼，我真惊伊卖耽误大家的时间啦，因为大家。有这个兴趣，要过来研究，啊，就大家搁啊来看，吼、哦，啊，大家了解，一步一步，啊，咱即马，咱要叫我咱的专家吼、哦，咱的总理啊，这下方面啊，足内行的，个人甲咱补充一下。对对对啊，哎，足感谢咱的参议长甲咱讲啊足精彩的物吼、哦，我按头听到尾吼，确实就是我。在官场所看到这物，我少年的时阵，就是伫行政院主计处吼来做这个工课，啊，即编预算，吼预算咧安那编，啊，是迄阵就廿几岁，廿七岁，我才做科长。我迄阵廿七岁啊，做行政院科长不得了呢吼。啊，结果我做不成，因为啥？我不爱加入国民党就不成。啊，不管他啦吼，就是讲，林庆宏，因为这个审计长是我的同学。中华商职的同学，啊，伊毕业了的时阵吼，伊就入去这个税务机关，啊，然后过去考凤甲大学，啊，读大学读了的时阵，再去考高考的时阵，啊，入去这个审计部单位安尼。啊，我研究这个物件吼，这个物件了解了，审计这个物件了解，咱的审计单位无司法权啦，因为足侪物件吼，加上讲一个预算编出来的时阵，实在是。哦，你假使讲这个工课做起来是500亿就会使，伊甲你编1亿，哎，编迄个1,000万啦吼，500万就会开起来先，伊甲编1,000万，甚至编1,000万。我捌甲林庆宏讲，我讲这个物件你都要用以上司法去办，你若无以上司法去办，永远都是这个漏洞足济啦，花巧足济。你这个编预算的时候，工程预算通常拢是伊利润率吼写一个7%尔啦，但7%。哦，伊即内底咱写7%，袂使超过7%，但是事实是70%去啊啦。我拢安尼甲讲，我讲你都爱去答案，拢去查，你工程预算才袂去碰中啦。哦，所以这漏洞是足济啦。啊，咱这个案头到尾整个拢是咱的中央财务，哦，
这个预算诶，财务吼，这会会计啦，吼，财务啊，甲这个财务工作的，讲财政啦，吼，诶，预算的编审哈，还得审计，吼，这个过程，这个报告是足丰富的。我希望每一个人拢甲这个咱的议长吼，托迄个咱的迄个或者啥，有网络嘛，吼，网站嘛，你这个文章，就每一个人拢提等于好好读，一点钟的时间。讲这些事也讲袂清楚，啊，大家爱认真去看，这甲咱将来审查预算就有关系。甲是讲有一天咱议员做了优秀的时，出来做部长，出来做这个咱的厅长的时吼，你都爱去处理这事务的工作，毋是干呐讲来信就好啊，就要家己处理这事务工作。你若读这的时吼，就真详细，摆拢来做部长拢真简单吼、哦。啊，所以我建议大家拢甲提，按下到尾甲看一届。哦，哎，好啊，谢谢，我补充到这。啊，足感谢大家吼！啊，今日拄啊有这个时间，我啊大家来介绍这個，我看咱今日到这结束，啊，多谢大家。起立。起立。加雷。